在世界各国全力扶植电子商务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就是展览会。展览会呢也是一个推广电子商务这个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虽然电子商务是在网络上，可是网络要让各个业者有一个交流，有一个平台，展览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项。所以我们在去年外贸协会跟 TIA 首度办了这个首届的电商展，今年呢我们很高兴我们在携手合作办了今年10月5号到7号一连三天会在这里办。那今年也吸引了很多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电商公司来参加。今年呢有66家电商平台使用145个摊位，事实上是比去年规模还大。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主场的那个这个电商展览呢，有助于带动我们电商产业的发展。那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今年也有一些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陪着第一届我们是用跨境行动商务跟大数据为商业主轴。那今年呢，我们是适应了我们我国的第三方支付专法通过，有利于数位金融的服务推出呢，所以今年呢主打跨境、大数据、数位金融跟新创四个主题，有7国的展览商还有国际大厂云集。今年的四大主题之内呢，国际化也相当的高，我们 Amazon 啊、CD Network 啊、eBay 啊、Google 啊、Auto 啊、Twitter 等多国的参展商都来，特别是马来西亚，我们谢谢马来西亚的参与哈，他也组团了10家电商公司来一起参展。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这个展会里面呢，我们也受到这些大公司的重视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特色。尤其这些跨国的企业来台湾呢，其实有助于刺激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个领域电商领域是无国界的，是全球的。那整个活动呢，也带动了很多新的知识的分享，包括有趋势论坛跟电商实务的双主题的一个活动来提升我们电商的知识。所以今年呢，我们一个亚太电商趋势论坛，那还有一个电商实务讲堂。今年我们台湾的电商一整年的总交易额渴望突破200亿美金哦，接近300亿美金。这样的交易额，那这样的交易额有多大呢？如果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电子商务的交易额拿出来排序的话，那台湾大概是排在第9名左右。我们电子商务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相当蓬勃的行业，那只是一直以来我们可能在国际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关注。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展，能够让更多国际上去了解到台湾电子商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市场。那我也感谢冒险能够一直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就像这个我们的黄秘书长讲的一个主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邀请很多国际的业者来台湾观摩，来台湾跟我们切磋，那让国际业者越来越了解到台湾电商务的市场以及它的蓬勃。过去这3年跟冒险合作，冒险真的很认真在推动网络跟电商的发展哦。那其实我们有一两次跟这冒险的朋友一起出团，带着我们的会员到东南亚去参访。那冒险不管在台湾的伙伴或者在东南亚当地驻地的伙伴，对于推动网络跟电商都是很认真服务的哦。那其实我们去年跟冒险办这个展，然后今年一起办，我们也发现冒险对于推动网络跟电商其实是很努力的。以后能够成为台湾继 Computex 之后第2个被全世界人知道，而且每年都不需要来参加的展。